夜晚时换来一盒月饼，简单看了一下配料表，鸡胸肉、羊奶粉、红薯粉、菠菜粉、冻干豆腐粉，看起来味道不错。味道好像不错，我先尝尝。哦，别飘走。来，这回不逗你了。味道不错。爱不释手。月饼有点大，让叔叔呀慢慢吃吧。祝大家假期快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